成神什么呢？成神不是为了重生，也不是为了成义，这个都解决，也不是为了得救，这些事都解决了。解决了，你已经成义了，你要把神的义来活出来；你已经重生了，你要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；已经得救了，要把你的得救的见证活出来。就这个。那么这个成神就是下一的成神啊，就是得胜啊。得胜的到底为什么不得胜？那个仇敌得胜，你得知道仇敌最大的仇敌是自己。那么我告诉你，最大的仇敌是自己。那个自己啊，魔鬼啊，世界啊，肉体啊，它都是一伙儿，它是一个阵营。这样呢，你对付魔鬼啊，对付世界都远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要舍掉自，你只要没了自己，魔鬼拿你没办法，世界拿你没办法，罪拿你也没办法，啊，因为你死了，他你想的，你只要死了，那他什么办法？你只要没了自己设计，所以信主，你今天你得救是因为耶稣替你死了，你得胜是因为你与主同死。这个与主同死呢，就是我说的在生活行为上，你的爱主，就让自己活出基督。这样呢，这个成圣呢，这样你没负担了，你光管着爱主，光管着做爱主的事儿。你说我还有失败怎么办？我们是神的工作，你还有失败呢？就是你不爱主，你就失败。你爱主，你就天天愿和主在一起，愿和主亲近。你远离了主，你就失败。你和主亲近，你软弱了，你想让谁帮你？你好好的回个头来，你好好的和主亲近了，你和主祷告通了，你和主紧乎了，你这个人就变。你自己不好好的找主，让这个帮你，让那帮你，他谁也帮不了谁也来了，他帮你，你让我帮你，我也是软弱的，你以我强起你，我一点都强不起你，人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我看了那有些地方怎么比我强，他不是比你强，他看着不行了，他都赶快喝出亲近啊，那是这样，他脱开自己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基督徒信了主，你得胜有得胜，失败有失败。我告诉你，影响不了圣洁完全。你今天呢，你又光追求爱主，我追求爱主，你做的，你光管着做，啊，光管着做，你做不到，怎么做不到？就是神提醒你远离了神了，提醒你不认识自己了，你不认识神的恩典，你开始骄傲了。这样神赐给以前比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知道你是神的工作。一个基督徒，你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神不施恩呀，不是神的恩典，人就是个罪魁呀。我说个基督徒呢，是恩典造成的，除了恩典，剩下的全都是罪，做不出好事的。只有神的恩典，只有神的恩典。恩典有一个特，有一个原则，神赐给谦卑的。那说你个失败软弱，又是最大的恩典的。什么恩典？你这样的人呀，就需要软弱失败。你软弱失败，你才认识自己，才谦卑呀。这个谦卑呀，不是谦虚，不是我不行。谦卑什么呢？谦卑就是不自欺。谦卑呀，就是认识自己了。你是个什么人呀？就拿着自己当什么人？这个谦卑，谦卑不是学的，谦卑是认识了自己有谦卑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谦卑是不认识自己，你有什么好骄傲？你个嘴会是好骄傲？骄傲什么骄傲？哎呀，你说我主喝不喝痛的？那是恩典，你不把荣耀归给神，那是你好吗？那你知道为什么蒙恩呀？那恩典是为罪预备的。你越看到自己是罪人，越认罪，你才越蒙恩了；越谦卑，才越蒙恩了。主说：“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下的完全。你的软弱是你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，让你承认自己的无用，承认自己的不行，你这样才蒙恩了。你承认自己的无能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下的完全。为什么呢？保罗为什么夸自己软弱？软弱是好事，
乱了当然不是好事，但是他知道我这样的人呀，我这个软弱藏起来更不是好事。那我软弱，让我误以为自己多熟练多好，那才不是好事的。我生的误以为自己多好多熟练，比这个强，比那个强，这才可怕了。你就最小软弱了，你今天软弱，明天软弱，你觉得你谁也不去，谁你到时候谁多么，你又活出几多来，谁你又活出。你要是活的和基督一样属灵，你也不会有丝毫的骄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个罪魁。你越承认罪魁，注定能越扶贫；你越承认是个坏败坏到底的，那注定夸口当中夸住下口。那么你怎么才能谦卑呀？怎么才能承认这个罪魁？怎么才能来藏在神的恩典里？你这样的谦卑啊，你不一头碰到南墙上就不回头，你得失败到底儿，你得失败了再失败，要完是个咋活的人。你今天谁宁可你做他喜不伤害他心里的事儿，他失去荣耀，他为了爱你，当然你犯罪，你做谁不喜欢的很伤害他。但是神为了爱你，宁可让你失败软弱，不荣耀神，羞辱神，神宁可承受这种羞辱，也让你自己认识自己是个什么人，好让你承认了我还是个这样的人的。你带着这一面目，主啊，你救我吧，就这样，双手空空在家，这样呢，神多么和你同在，你也不会有丝毫的骄傲，丝毫也不会感到我比这个强，比那个强。你就是活的和耶稣一样，这样的我就没法论。保罗说不论量自己，怎么论量的？别人说你个罪魁啊，把你说的多丑多坏，你也不敢否定，那就是这么坏啊。说你和哎呦，我看就和耶稣就是这么好，你也不敢否定，为什么呢？他只注定跟人家在想就是这个呀。你到底是最坏是最好？你到了最坏的时候是最好，你到了最好的时候最坏。你活出基督的时候，是因为是个罪魁。你什么时候看到别人是罪魁，你活出基督？我告诉你，不是说我一个罪魁啊，现在改的有点好了，哎，现在快赶上基督了。这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个死而复活的问，这是得到的是死而复活，是舍弃自己得到基督，并不是有修行的过程，而是与主同死同活的过程。而是否定自己，彻底否定自己，让基督做你完全代替的过程。这样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失败呢，是为了让你认识自己更加蒙恩。那么你爱主呢，主光计算你的爱主。弟兄姊妹，你太沾光了，今天我太着，你信了主，你犯了，你这个追求的过程，你虽软弱失败，神都是。那都是你羞辱神也好，神也宁可就让你是为了让你更加蒙恩，让你谦卑认识自己，让你失败够了，做点坏事够了，信了主觉得我可对不起主了，今天失败，明天失败，我还真是个罪魁了，骄傲不起来了，好蒙恩。那么你蒙了恩典，就开始爱主做好事，你做了好事，做了爱主，都算你的账上。你犯的罪也都犯了，耶稣的账上。你做那些善行啊，一杯凉水也消得和这人不得不得啥子。你说，你说这个，但是你今天你要最后我们说追求成圣，今天你啊，你要不追求成圣，恐怕你这个人也缺少圣灵的工作，是不是真讲究的就好？你真是明白了救恩。你明白了救恩，你的心才是那个救你的是福音啊！你信的是假福音，能救你吗？那个真福音，你不爱主不行。那个真福音，听了真福音，能不爱主吗？如果我这不你这说挺好的犯罪，没事儿，这犯罪是神仙。你如果拿着犯罪不当回，从心里不愿悔改，不愿追求成圣。当然，你也不觉得得罪神了，也不觉得亏欠神，你都没得救。真能得救，
一个真正得救人烦恼得难受啊，但烦恼罪不想想改也改不了。这样的人呀，你不愿犯罪，你犯了罪啊，神呀，那是你这些软弱失败，那神灵给你点让你认识自己。啊，你说我就故意犯罪，故意犯罪，你不会得救，你从来没有得救。你说我犯了罪，哎呀，我怎么就不想犯罪？我犯了，你犯了，神也看你是个圣洁完全，因为你不愿犯，你失败就失败，所以罪的问题解决了，解决的问题是你的问题，解决的问题是老管不死的问题。你今天我告诉你，我这一个得救的人呀、啊，软弱失败，你自己心里难受啊，主不纪念，主说孩子我不纪念，你虽然很亏欠，主不纪念。就说你也别，你抓这个软弱失败的机会啊，你好认识自己好谦卑，你别夺取神的荣耀，你以后要让主的能力覆庇你，要夸自己软弱，你别老是和这个说你多顺利和那个顺利，你总要夸自己了，和这个说你是多软弱，和那个说你是多不好，我是个罪魁，你这要夸自己软弱，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，夸自己软弱这些东西都是恩典。这样呀，你做好事吧，你今天挨住做的都归到你的账上，因为天道见主的时候做得胜者。那么你的软弱失败呢，让你谦卑，谦卑让你蒙恩，蒙恩你神的恩典，使你就是你的得胜的保证啊，神的恩典是拯救。这样的弟兄姊妹，这样一个。越是个得救的人，也明白神的救恩，明白神的爱的，他心里不能不爱主。爱主呢，说一套话就受责备，做一套事是不悔改是不可能一件事情。啊，做了坏不好的事，心里难受，心里难受。主说，你只要不愿，不是故意犯罪，主都，不会纪念你的罪。你只要是因为你是不断的改。你改了改不了，你只要竭力的改，神就算你改了。我这么命也改不了，改不了是因为造就一个过程。你这样的人很刚硬，你好骄傲，好不认识自己，好让你彻底认识自己，好让你彻底认识人的恩典，好让你彻底谦卑，好让完全蒙恩，蒙恩好让你成为做得胜者。最后这个追求成圣，一个真正得救的人，要。犯了罪是里头难受，改了改不了这照样万向人，但他里头难受，一定要越就恨我自己背时的家，这样叫竭力的爱主，竭力的追求做完全人，竭力进到完全地步，要追求，你不追求就不爱主，所以得救是因着信，得胜是因着爱主，主因着。得救是因为主爱你，为你死了；得胜呢，是因为你爱主，要时时刻刻向自己死，拒绝肉体，顺服圣灵。好。